自己最残忍，喝一口眼神唤醒谁几分，谁让你沉溺就让你上身，醉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个过瘾，希望你夜深人去酒入柔肠不会忘泪痕。歌曲啊，自恋自己的歌曲，写完一首歌出来，然后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啊，其实另外一个歌比较好听，但是自己就会跟自己讲啊，不是啦，你自己歌比较好听啦。一对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尽情的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我的爸爸，他是我怎么讲，可以从小那个时候他会灌输我一点很多音乐上面的知识，然后他自己以前也是弹吉他，那时候从小那个时候就会接触到音乐，那我觉得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阴影，然后很多时候就是我不管我喜欢或是不喜欢，都会整天一天到晚都听到音乐，因为他除了弹吉他以外，他自己也会常常听不同的音乐，然后他会研究，然后因为工作的关系，所以我喜欢我也不喜欢都会接触到音乐，因为是妈妈，因为我从小就不会很多时候看到自己爸爸，因为他都飞来飞去都会工作啊，然后就是我看到妈妈时间比较多，那他跟我讲的东西也比较多，那可能就是很多东西也是我不知道，可能是我爸跟我妈讲，然后啊你告诉 Ronald 这样这样，可能也是我妈讲的东西也是我爸讲的东西，所以但是看到比较多的是我妈，所以影响应该是我妈影响比较深。自恋哪一方面？歌曲啊，自恋自己的歌曲，写完一首歌出来，然后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啊，其实另外一个比较好听，但是自己就会跟自己讲啊，不是啦，你自己歌比较好听啊，然后跟人家介绍自己的歌曲，我自恋应该是自恋自己的歌曲。相思无忧，相思无忧，对我是一种太阳归的痛，我一腔真情总要有个人愿意懂。其实我自己本身是签一个制作公司，我是一个 production house 的艺人，然后就是我们那个 production 只是负责制作方面的东西，然后制作完之后他就发给唱片公司去发行，那我不知道，可能也会差不多，我觉得因为毕竟一个新的歌手，可能他面对镜头那个时候会有紧张啊，到比如说已经工作差不多到现在目前为止还是会紧张，那如果一出道那个时候先让人家听到自己的声音啊，我都先不看镜头，没有人看到，就是在比如说收音机啊，我是真正去唱一些现场的表演，那个时候才看到，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就差不多，我在台上面台下面都差不多，不会说很故意去很刻意去做一个 character 出来，然后自己本身不是这样子的 character。那我觉得这样会很辛苦，因为当一个比如说在目前当一个艺人已经很多东西要去自己去试啊，或者是自己要去给自己训练啊，然后已经很多方面要很紧张，那如果要再做另外一个 character 出来，比如说好像人的话，那会很痛苦。一生的爱机会，心要托付谁，不该留给谁，就是说自己在美国念书之后啊，然后他移民之后就没有联络，对，但是有通过一个节目找到，对，然后之后现在就一直在。我现在最好的朋友
是认识已经19年，所以我觉得不是没办法交到朋友，是没办法很深入去跟一个人交往，因为通告的关系，他也可能不在我在台湾，他在香港，我在香港，他在新加坡，那这样子就是没有一个时间去给我们接触。心碎几分，谁让你沉溺，就让你上升。醉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得过瘾？希望你夜深人去，酒入柔肠，不会化泪痕。让你醉几分，谁让你沉溺，就让你上升。场是否真的可以擦亮眼睛？输给了寂寞的人，对待自己最残忍。喝一口，眼神唤醒碎几分。谁让你沉溺，就让你上升。醉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个过瘾？希望你夜深人去，酒入柔肠，不会化泪痕。吃饭那个时候会觉得哎，当一个人很幸福，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一个餐厅的人过来看到你啊，这件事比如说满满的，他说很快帮你弄一个桌子，他当一个人就有好处，我觉得两手空空坐飞机，难得舒服多神奇。像是从小男生就是很喜欢的车啊枪啊那种东西，然后都是没办法买到，对，然后自己现在可以赚钱，然后希望看到啊以前想拥有的东西现在就可以实现，所以我都有很多模型的那种枪。我喜欢枪就是可以跟车也差不多，对，可以拆。应该喜欢模型，对。对啊，我都会看怎么拆，然后怎么把它装回去。对，因为这些弹簧啊，这些东西都要擦，要上油。形同真枪。对。然后自己喜欢就是也不是买来就是打、啊、这样子，那就是擦一擦，把它擦亮亮的。我香港有30几把，因为每天就是我觉得自己本身每天工作已经固定要到哪里去啊，要做什么事情啊，那希望就是在自己有空的时候，因为每天跑也不想出去了，因为每天都在街上面，那所以回家就是待在家里，然后希望可以进入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就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东西，然后在电脑或者是在PlayStation 的那些电动玩具里面就可以找到，因为他们都有很多不同的画面，然后在不同画面里，就如果自己可以投入的话，那是一个很轻松，而且就是可以抒发自己的压力的。可是啊，那个恐龙是我小时候有看过那个他们的那个叫，他也不算卡通，但是对怪兽那种片。然后哥斯拉是我唯一看过一个很丑的一个恐龙，然后但是他是好人，对，他是去打其他的坏人，然后本来就是应该是用超人来做这种东西，但是现在是用一个恐龙来做，所以我觉得第一很特别。那我收集哥斯拉，然后最就是会大小都会买，然后放在一起那个系列，然后最大一个真的很大，然后它是遥控的。他自己会走路，会叫，会那个尾巴会摆，然后头会动。这个电动玩具，它是赛车电动玩具。然后我喜欢它，就是它是有100种车在里面，对。然后它的车都是平常可以买得到的车，不是一般人想就是啊 Formula One 就是啊永远没办法买，然后永远没办法开。这个就是平常在街上面可以看到的车。而且菜里面有我的车在里面，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我军卡得到了，嗯，我军卡就是从小有玩模型，就是一个日本的跑车。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不会喜欢欧洲的车，可能就是从小坐那个日本的车，然后觉得比较起来，日本车比较安静，然后冷气比较强，对，就喜欢日本车。我喜欢跑车，但是不喜欢开快车。对，我喜欢跑车，就是可能帮他拍照啊，然后就是打开引擎看一下，研究一下，然后把它打蜡亮亮的，拍一个海报这样。喜欢就是不是说一定要很快，跑车不一定要开快的。如果没有你在身边的时候，如果没有你在身边的时候，只有逛逛被遗忘了的街头，数数口袋里剩余的温柔，假装你仍然躺在我的胸口。如果没有你在身边的时候，日子怎么变得好难过？365天用不完的时间，都没有能够让我快乐的发现。如果生命只是一种等待，为了证明爱的存在，如果失去你是暂时的悲哀，又为何多少年仍渴望你回来？如果相爱是一种无奈，就让我俩能回到这无奈。我的感觉想你能明白，无止境的等待。超越，我觉得超越应该第一超越自己。对，因为一个我觉得当一个艺人永远不可以自己，比如说啊，做一个歌啊，觉得这个歌就最棒那个歌。那如果是已经觉得最棒那个歌那个时候，那个艺人已经开始有点，怎么讲，不行了。对，因为我觉得一定要超越自己，比如说写一个歌，唱一个歌，然后一定要在想啊，怎么再去唱，或是再去写会比较好一点的。因为我自己本身的目标是在幕后当一个制作人，那我觉得现在如果我先不去了解在目前的感觉的话，那我怕我之后做其他的，比如说真的当一个制作人之后做其他歌手，没办法了解到他们的心情。对，可能是为他们写歌啊，挑歌啊，就会很大帮助。如果真的在台上面或者是在目前有感觉过的话，会不一样。自己弱点很多很多，在目前的话，弱点可能是肢体啊，舞台上的东西，然后会很紧张，对，因为自己歌词也会忘记，所以很紧张，在camera 之前面也会很紧张，所以这个是在站在目前的艺人最大的弱点是这个。在幕后的话，自己弱点就是我觉得还没有太成熟对音乐，对，要那个没有那个很快的直觉去哦，这个一定可以哦，这个一定不可以，现在还没有。目前跟幕后会同时进行，我觉得，但是当然就是时间分配要很好，可能现在我一年发三个专辑。那如果真的在幕后做，可能一年两年发三个专辑这样子，因为要有一部分时间摆在其他的歌手上面。有，就是生病的时候，或真的没办法，喉咙很痛啊，或者是真的发烧，但是一定要去工作，然后就想过啊，如果在幕后的话，制作人的话，比如说今天写歌啊不舒服啊，他今天不写，明天再写，但是在目前的话就没办法，所以在自己生病那个时候就会想啊，我要不要真的赶快进行我的自己的计划，跑到幕后去？
去吃饭，吃饭那个时候会觉得，哎，当一个人很幸福，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一个餐厅的人过来看到你，啊、哦，这先生，哎哎，比如说满满的，他说，哎，很快帮你弄一个桌子，他当一个人就有好处，我觉得。随几分，谁让你沉溺，就让你上升。醉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个过瘾？希望你夜深人去，酒入柔肠，不会化泪痕。现在订阅 TVBS 周刊。几分？谁让你沉溺，就让你上身。哭一场，是否真的可以擦亮眼睛？输给了寂寞的人，对待自己最残忍。喝一口，眼神唤醒随几分。谁让你沉溺，就让你上身。醉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个过瘾？希望你夜深人去，酒入柔肠，不会化泪痕。希望就是得到一个制作的奖，真的很想得到一个制作的奖。然后是制作从新人一开始帮他一张一张制作，到可以他成为最佳的歌手，那我是他制作人，那拿那个奖。闭上眼睛，忍住呼吸，暂时要和世界脱离，就快要学会不再想你，却听见不断跳动的心。我不愿放弃，却要故意默默预习。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毫不提，总是以为终究化作云淡风轻。爱你到底痛了自己，我不愿放弃，却要故意默默允许。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却口不提，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爱到了底，痛的是我的真心。很简单，很简单，真的只做音乐，对，不会有宣传部啊，或者是企划部，只是帮歌手做音乐，也不会说真的真的要签约。我觉得应该是做，比如说 freelance 的东西，嗯，你找我做，比如说做纯吉他的东西，也可以做纯吉他的东西。比现在更好，有没有想过？没想过，没有想过，就是比现在更好，可能会比较不一样，嗯，会想啊，他现在是这样唱这个类型的歌曲。那让我去做的话，可能是完全把它反过来，嗯，我觉得我会考虑他，就是我会问他很多问题，例如说他为什么要当艺人，他喜欢音乐，在音乐上面他喜欢什么，音乐给他一个感觉什么，但最重要一定要他自己有那个上进，那个心，很就是因为一开始真的会很苦，如果真的从零开始做的话，那他一定要有恒心，对，一定要有那个心去学东西，那我就会考虑。忠告就是不要看人家好的一面，嗯，因为很多你看到好的当然是成功的例子，而且就是当然你看最好的，那你可能希望可以做到那边，但是我希望他看到就是一些就是比较多的例子，就是很努力，然后就是基因不好，然后他其实唱歌也非常非常好听，是运气的问题。然后我希望他可以知道，要慢慢一步一步，一步一步来，对，不要想啊一出来就可以非常非常成功，因为一开始如果说你第一步一开始的话，你真的没办法停，要一路一路走，那你要知道什么时候要慢下来，什么时候你该走，就要很
很洒脱的，不要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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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要开一个告别什么演唱会就走，对，就停。一对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尽情的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当他对你说一往情深，你千万不要信以为真，不要轻易的付出你的吻，不要让我为你心疼。他信誓旦旦你是一生，那并不是你期待的永恒，也在梦醒后伤心悔恨，不要让我为你心疼，请不要让我心疼。怎么去看我音乐？就是听，很用心的去听，对，因为我觉得当不但只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的努力，因为唱一首歌，唱歌之后要很多很多东西，之前也有很多东西，比如说要找歌，要写歌，填词，所以这个是很多很多人一个 teamwork 的努力，所以我每次出一个专辑，我很希望人家就是看到那些 credit， 然后啊，这个歌很好听，不但只是说啊，钟琦唱得很好，就说啊，写歌人很棒，制作那个很棒，哇，这个歌咪得很好，吉他咪得非常非常出来，就是很仔细去听啊，我希望就是这样子。自己希望当制作人的话，那一定要考虑市场的口味，那也要帮公司想，然后所以我自己譬如说做一个专辑，最起码会有两首到三首是他们觉得很安心的歌曲，就是给他们给公司说啊放心了，已经有歌，那其他那七首或者是九首或者是做十几首歌，那其他歌曲就可以自己介绍自己喜欢的音乐。给我鼓励最大的当然就是那个香港一些叫大跃进国语男歌手，然后也有那个叫卓越大奖，就是有表现，然后觉得有进步那些奖，我觉得就是给我鼓励很大。那我最希望得到就是当然是写歌的奖，我不会说很希望跟他啊男歌手啊最受欢迎男歌手，就最受欢迎制作人、最佳作曲那些奖，我真的很希望可以拿到。从小希望，就是因为从小都会看很多音乐上面的东西，然后也有很多颁奖礼的东西。那我希望就是得到一个制作的奖，真的很想得到一个制作的奖，然后是制作从新人一开始。帮他一张一张制作，到可以他成为最佳的歌手，那我是他制作人，那拿那个奖。自己做的，还没有，真的还没有一首歌，我觉得真是拿出去真的不会丢脸。要想希望可以做到一首这个歌，心碎几分，谁让你沉溺，就让你上升。我希望我老婆，我不希望她，因为我自己本身，我自己爸妈也有工作，之前也有工作，我希望她也是，可以独立的一个人，然后当然也希望她在家里可以安排很多事情，因为自己可能就是会比较忙，那也当然希望可以有时间一起去弄好一个家。你肩下，我一书房。绕在无名之上，仰着笑，仰着脸说，当作置换好吗？你等着我回答，等到泛起泪光，可是请相信我，当时同样悲伤。被爱是幸福，是痛苦，我连在你面前想哭都不会。
被爱是幸福，爱人是痛苦。我已经选择爱你这条路。会比较，我觉得，对，因为我自己妈妈是这样子，那希望以后自己的孩子的妈妈也是那个样子，对。我希望可以，如果真的，有小孩子那时候，我希望可以当他朋友，因为我觉得小孩子都是会跟朋友讲东西，但是不会跟家人讲东西。那自己以前也是，就是哎，就是觉得哎，爸爸妈妈他讲话哎，一直在念，我跟我朋友讲就好了，我朋友比较了解我。但现在感觉到知道就是，永远就是哎，之前不知道，现在就会了解。啊，其实家人是最好的。工作回来画面，那当然就是，我为什么我一想一想要吃，希望就是有一桌就是满桌都是自己喜欢吃的菜，然后就是一家人，自己爸妈都会在，然后就一家人吃饭，那个感觉很好。因为可能我自己从小那个时候就没有很多机会，就是每次都是一家人。总有可能就是我爸在工作啊，在外地啊，然后可能自己在美国念书啊，或是过年那个时候真的没办法集合在一起。那希望就是以后可以自己家的话可以真的每一天晚上吃饭就是一家人。我希望我老婆我不希望她，因为我自己本身我自己爸妈也有工作，之前也有工作，我希望她也是可以独立的一个人，然后当然也希望他在家里可以安排很多事情，因为自己可能就是会比较忙，那也当然希望可以有时间一起去弄好一个家。向往的一个爱情故事，就是 Somewhere in Time， 那个他是穿过时空那种。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是看那个电影之后，就会有就是好像很有感觉，然后希望可以发生，然后但是知道是不可能的，然后之后看很多爱情电影就觉得还好。对我来说，我觉得不一定要很刻意去做一个环境，比如说啊要蜡烛啊，然后要吃饭啊，然后。都没人，然后听一些音乐啊，这样子，我觉得这样还好。那我觉得就是两个人的感觉好。然后那天就是，也不用说很多，比如说啊，我好你啊，好爱你啊，或者是之前的感觉，我可能就是一起，然后讲一讲从第一天认识那个时候，你的感觉是怎样？那我会跟他说我的感觉是怎样，一路下来，可能是聊天的方式。我自己不知道浪不浪漫，但是很喜欢紫色的东西。送花我不会，因为我觉得这个还好，因为花总有就是一看好漂亮，很香，但是隔一两天就没有了。对，我不会常送花给人家。那除了人家开演唱会，你要送一个很大的那个花去，那个时候我就会送花。我会写一个歌，我会写一个歌给他，对。但是就是给他，也不会拿出去发，这个就是给他，就是给他，只有他听到。别再。一步一回首，哭泣脸庞不适合新娘。别再让我放不下来，我想看你快乐的模样。幸福那么脆弱，别输给迷惘，只怪你我都太逞强，
终于不能地久天长，你选择了他，我选择静静退场。别哭，别耽误自己的幸福，当爱不堪回顾，就放手，让真心走其他的路。别哭，我试着让自己残酷，让爱笑着结束，忘了我是如今唯一能说的祝福。心碎几分，虽然过瘾，希望你夜深人去，酒入柔肠，不会啊，哦，都没有，就是没有歌词那种音乐，可能就是电影的，配乐啊，原声带啊，里面的弦乐，有听听，然后自己，当然没有啊，哭很大声那种，就是有眼泪掉下来就试过。啊，他是你最后的选择。当我们已经挣扎好久，不敢和我联络，害怕伤害我，你不会明白我是多么洒脱。就让我们还是朋友，可以互相关心与问候，真爱不是占有，不需要愧疚，别让这个结果变成三个人的难过。只要你快乐面对新的生活，我愿意承受失去你的寂寞。当这个世界已不留心承诺，他给的温柔也许比我更多。只要你快乐面对你的选择，将你的幸福让我也能感受。感谢你曾经让我真正爱过，只要你快乐我一别无所求。我觉得自己本身可能是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就是小时候觉得啊，那些东西是永远看不到的，永远摸不到的东西。然后现在自己比如说赚钱了，然后看到一个东西，觉得如果拥有它就好了，那个时候我就会考量要不要去买。比如说一个吉他100万，那我就会想值不值得。然后如果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吉他，或者是它会有升值的一个价值在里面，那我就会考虑，就是第一张唱片的像一首歌，它，我写这个歌不是只给一个我喜欢的人，是给我那个歌是写我之前念书那个时候跟我的朋友，同学在听唱片那个时候听歌的感觉，我就写了一首歌，就是给他们，希望他们听那个歌的时候可以回想到我们之前在念书那个时候听歌的感觉。在家里都什么都听，对，然后自己希望可以买，比如说有空真的好好去挑一些专辑，然后就换每张听完就换，对，然后就是可以，我觉得很随意的去听，不要固定就是做菜哦我要听这个。因为当你在做其他事情，突然有一首歌你觉得哎很好听，那那首歌就是一首很好的歌。这张就是 Take Six 的，我这次也有做，他们就是六个人做一些和声 acapella 的东西，然后我就很喜欢那个感觉，因为简单，就是不用靠很多奇奇怪怪的乐器、奇奇怪的声音就可以做很好听的歌曲。因为我很喜欢那个感觉，就是好像在平安夜唱那个圣诗班的那些人唱歌，就很好听，很舒服，然后就是唱没有
编曲啊，或者是没有乐器，就是很喜欢这个感觉。然后这个就是那个久保田利生，对，然后他是我觉得很他很努力一个艺人，然后他自己推荐自己到美国去，然后就是写不同类型的音乐，然后他自己尝试不同类型的唱腔，然后他就每一张专辑里面的歌都完全很，我们就是怕做的事情就是怕变太快，人家没办法接受，他就是每一张在变，不管你，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勇敢的一个艺人歌手，很多很多，除了张学友就齐秦啊，要很喜欢齐豫，对，陈淑华那些，周志平啊，都很喜欢。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不同的歌手，他唱不同的歌曲，有他们自己的风格在里面。那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音乐，每个人表现不一样，听起来的感觉不一样，就。